可以看到这个就是，可以看到这就是那个鱼，这是我们昨天吃的，这它就属于 tuna 的部分，对。它其实还有更大，它是鱼如果更大，它会比较水深的部分，嗯。昨天的鱼好吃吗？昨天？蛮好吃的，没有什么多太多海味。是啊。这是只要是那个滨海鱼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风味的部分，嗯，对，所以可以看到真能够活在这种环境，他们很幸福呢，嗯，对，有没有类似一样？有没有看到？对不对？那一只啊？对呀，对呀，嗯。